红的话分成两边，你觉得你第一笔这是一格的话，你会从哪里开始写？红色的红，找到站牌几附近？好，对，好，它会，它等一下撇会往这边走，所以你要找到站牌七的右边，知道吗？站牌记得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你自己找位置坐。七八九，知道吗？好，站牌七的右边，你写的时候要脑筋要有站牌七来看我，我要写给你了。站牌五、站牌八、站牌七的右边，因为它等下要往左边走。好，站牌七的右边。好，可能要在右边一点，好了，或者是站牌八的左边，好不好？好，往七点多的方向走，数一二三，写三个。好，这边大概是两个，一二，有点往下或平的都可以哈。好，接下来这一笔要在对这里的右边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对这里，你写这笔的时候要对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里大概数多少？三哦哈。好，来，超过它要对齐，写到对齐它，知道吗？好啊，超过大概两个或三个都可以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往两点半走。好，接下来点，好，你先回去练这里。好，一样折起来，折到这里啊，放在旁边看。你要写一笔、两笔、三笔都可以。啊、你自己开始啊。